金牌特务是一部少年版的詹姆斯庞德电影，里面的创意非常天马行空，一定会令你啧啧称奇。Manners make us man. Are we going to stand around here all day, or are we going to fight? S 战警名导马修·范恩推出最新力作《金牌特务》，颠覆传统谍报电影，打造超神秘谍报组织。Kingsman 这个团体就很像圆桌武士一样，他们是为了服务一种道德的崇高性而存在的一群人。其实去年11月的时候，我们遇到福斯海外的人，他们那时候就说，因为他们当时就看了还没有做特效的版本，大家就已经觉得很好看。阿娘，那家喝垮！我抱持这么高的期待去看这个片，我都没有失望了。你觉得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可以不看这个片吗？异想世界本周带你来看缔造暴力美学新典范的《金牌特务》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